类似抖动。 七个旋纹啊，真拉风帅气上档次啊！快闪，别挡道！这俩谁呀？菜鸟吗？站一边去，别影响我发挥。 天机挑空，人呢？我选一个破小号，啥大招都不能发。我说你老是晃来晃去干嘛呀？眼睛都花了。<笑>那你就别看。这是遮掩波吧？一直寻找对方浮空四角走位和攻击。 这操作也太难了吧！我去，搞什么呢？对手就在身侧，但就是碰不到他。这操作太可怕了！这傻叉先破浮空啊！老板，你到底跟谁一边了？人一菜鸟被你虐成这样，三观都要毁。 你让人家以后怎么玩荣耀啊？啊！升天阵。